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二，今天又来分享生活了。熊二现在呢，准备去雷波县城，陪老表去雷波县。前两天不是在雷波县买了两个大衣箱吗？然后昨天跳舞跳了两个小时就爆炸了，坏了，所以今天带到雷波县去换新的，然后带你们去看看雷波县啊。再带你们去看看雷波县的几层，那边几个叔叔阿姨叫我帮他们卖那个几层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卖，所以只能带你们看一下。我买一点吃啊，现在去县城。
雷波谢城了。然后刚刚试了一下这个音箱，在这边试了一下就没有问题。拿到家里面，昨天老表说一卡一卡的。看看，这是雷波县最好的店。